仇者联盟为奔跑白发任务。网友：万万没想到，复仇者联盟为奔跑白发任务。网友：万万没想到，小罗伯特·唐尼为奔跑白发布任务。三位复仇者联盟主创首举名牌，1905电影网讯。5月15日，奔跑白官方微博曝光了一段预告视频，视频中前段时间来到上海的复仇者联盟主创们，包括小罗伯特·唐尼、荷兰弟汤姆·赫兰德、斗森·汤姆·希德勒斯顿和马克·舒马克·卢法洛四人为兄弟团发布了任务，其中荷兰弟、斗森和马克·舒还手举自己在复仇者联盟中的角色名牌，非常接地气。虽然视频长度只有短短30秒，但逗趣十足。网友纷纷表示复仇者们来了，洛基竟然也来了，灭霸没来吧？期待本周五播出，哈哈哈，天啊，我没想到还能在这里看到上海四人组。